中老唔易做，咁啊好多朋友好喜欢，喜欢咩咧？够真实，同埋一个嘅点就系俾人笑下我哋啊！呢样系几得意嘅，俾人笑下我哋嘅，即系我哋嘅搞笑嘅方面，同埋比较蠢嘅方面咯。咁啊，同埋有一啲好好感人嘅，好似麦包佢会点样去安慰一啲年青人啊咁样。咁啊，睇睇我今日今晚出街啦，有啲乜嘢嘅特别咧？就系、是、我都唔知剪辑咗出嚟，因为拍得太多，拍得太多好多好多嘢，咁啊，希望剪辑出嚟会好睇咧。剧你拍得多，综艺你咪比较少接触啊？都唔係，綜藝我喺以前喺 TVB 都接觸好多嘅，係啊，咁啊，只不過真人 show 我真係未拍過，因為呢個真人 show 係真嘅，我同大家講，呢個真正連我哋拍緊嘅時間，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，所有嘢唔係安排好曬，真係自己真砌，咁所以好睇就好睇，好睇在裏邊發生嘅嘢係冇人預計得到。除了是他們會有些妹去整蠱我們之外，其他都是真的。可能咦，說說說是不是其他都是設定整蠱我們的呢？不知道，今晚看就知道。自己都拍的時候遇到一些意外是嗎？是啊，第二天拍的時間因為落大雨，看到一行家炒車，在我旁邊炒車，那麼巧我的鏡頭在個頭盔上就看到，變咗好多朋友咧都會打電話嚟問我有冇事啊？我話咩事啊？見到你炒車，我唔係嗰個唔係我嚟。咁所以就其實揾食艱難，所以嗰日一拍完之後，我心都即係我救起佢，唔係救起扶起佢之後咧，我心都有啲唔舒服。係啊，太太擔唔擔心你自己接呢個綜藝節目？唔擔心，唔擔心，唔擔心。因為始終拍攝啊嘛，唔係話咩拍攝，始終係有其他工作人員喺度幫手，啲咩事真係會幫手，有保險有剩嘅，咁但係自己都要小心。